人家抓不着我嘞！人家抓不着我嘞！什么牺牲？全力以赴！我会复仇的。进来，进来，大家拢会当赢。空气新鲜吗？我会复仇的，长城我们断人。是来找朋友的。该怎么做呢？我看见你的人。
面的空气新鲜吗？瞄准轮子。这场雨轮子，我会复仇的。我的力量从来都没有消失。释放魔能，我会复仇的。我在寻找优秀的佣兵。时间快不够了。Thank you.
是来找朋友的。您这俩不听话嘞。找到猎物了，我会复仇的。不准越线！别打我啦！找着猎物了！空气新鲜吗？我看见了。别放我啦！哎，不准越线！尝尝我的战刃！您这俩不听话嘞！瞄准轮子！我在图纵后面了，抓到你是会把你找出来。傻孩子，不信你在挑魔杖。您这俩不听话嘞。是来找朋友的。别炸我啦！只有不成。
哎，不准越线！尝尝我的大人！不要害怕自己潜藏的力量。我只是稍微看一下。我会复仇的！你可以再说一遍吗？赶紧记下，帅就是生命。气新鲜吗？瞄准轮子，我会复仇的。冲锋的答案，我们渴望复仇。
面的空气新鲜吗？我会复仇的。转轮子，兽群会吞了你的骨头。我们渴望复仇，烧起来，全部都烧起来。正中目标，我会复仇的。怪物的刀刃，唉，可悲的术士。
仇的。别砸我啦！瞄准轮子。我是来找朋友的。哦，入边一定有好嘢。哎，不准越线！没炸了！啊，你介意味道无？要不认同，拿出实力，尝尝我的大人！打得漂亮，我认输。